积分就好好打那边，是的。OK， 来开始了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OP Channel， 我是矿主老皮，也有 OK， 欢迎回来。我们这个叫什么游戏？我都忘记了。好，这个叫做《最后的幸存者》，最后生还者。然后我们昨天玩到大学里面，那我们跟我们弟弟拜别之后呢，他说到大学这边通过这里。那会有一个他们所谓的组织的一个地方，那我们就经过这边吧。完美的开场白。好了，我觉得我们下马行动好了。这地方如果等一下怪物冲进来，骑着马不是找死吗？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糜烂的大学生做了什么好事吧。哦，捐血，这都是20年前的海报、啊，捐血，好吧。然后有人说他的脚踏车不见了，这还有绿色的纸，其实蛮有趣的，大学生。想当初老皮在读大学的时候，外面也是贴一堆海报，什么招生啊，有的没的啊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我们看一下吧。哦，电视机耶！哇、哦，带回家。老皮有大学生吗？有啊，我当年大学生啊，对不对？我也糜烂过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糜烂过才过来开实况嘛，不然的话我怎么跑来开实况嘞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好，那我们先过去吧。对啊 ，PS3 新买的。不太有他捡的一把，什么法？哦哦哦哦！Sounds like runners. Stay with the horse. I'll get you. 哎，把自己关起来干嘛 ？Yes, I don't want him running off. 把自己关起来干嘛？哎，好多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哎，是怎样？全部杀光是不是？这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？我去，好，我们搜索一下。刚才马叫那么大声，都没被发现。我这样跑那么大声，应该不会。Like someone jerry-rigged this thing. 临时做的吗？所以之前有人在这边做了一个啊，是不是在这边充电啊？看一下。然后还有一张留言，没有电。有留言，我们看一下吧。电的话在二楼的地方，就是 If I can get the power back on. 就看一堆僵尸的地方，来看一下。好了，这一封信呢，我们得把门接到楼上的发电机，请先生那里用，我们快没有燃料了。哦，会不会是之前的大学生在这边有了讯息啊？所以说那群米娜大学生也在这边过了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社会的残酷，好不好？现实中的残酷。哦，这个是二战的英雄馆吗？对吧、啊？我看到这边是好像是一些碑文啊，有的没的。把这没什么东西，一楼东西都搜刮完了，那我们到二楼看看吧。要剧透吗？不要给我剧透哦！不要剧透哦！关灯躲角落。僵尸看不到灯光吧？僵尸看得到吗？我觉得看僵尸是看不到啊。感染者看不到啊。前面有一个，谁啊 ？Hello， 你好吗？你好。几个？角落那个是吗？我看他动啊。那是吗？感觉在动，可是。听不出来、啊，那边有一只跑者。跑者的话就是，只要他看到你就会攻击你，对啊。跑者的话比较难对付。那如果是一般的僵尸的话，就是一般的那个什么寻生者，他是看不到你的。里面大概应该是三只跑者吧，四只跑者左右，好吧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火焰枪好了，我还蛮想试试看火焰枪的、欸。我靠，就是美味，好不好？来吧，宝贝。啊，发电机了！你们好啊！你们好啊！开心吗？喂喂喂！去死！吓死我了！被我怎么突然想冲进来？你们好啊！哎，怎么没死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燃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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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有燃料了，没有燃料了。有没有武器？有没有武器？有没有武器？没有砖头吗？人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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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都没下来。好，那上面对付他一下好了。我靠，就是美味，好吧？反面对啦。没再怕你的，去死！靠这么近敢干嘛？想吓唬谁啊？
好了，定了，僵尸被我们清光了。那我们先把这附近东西探索一下吧。我觉得应该有什么东西啦，因为我老皮，我觉得我之前一直玩的时候啊，我就急着破那个剧情，有时候一碰到剧情之后，没想到就是其他东西都没找到啊，都要就漏失掉很多东西。看一下，对吧、啊？火焰枪神威，可是我没蓝料了，积极。标题我改了，标题我已经改了。看来似乎是没有太多的东西吗？没东西。这大学那么穷啊！这边看到有他们大学的那个操场，然后这边应该是他们的宿舍吧，应该宿舍或者学校的那个吧，教室。啊，那我们直接去开发电机好了。好穷的大学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身上会带这个？我有80发嘞！等一下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跳地上会有啊？不科学啊！太赞了！这台上，这大学生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个那个火焰枪燃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奇怪，他们要烤肉是不是？按错了，应该是发电机用燃料吧？我觉得有可能啊。违禁品，烤香菇不错吃啊！我们今天来烤香菇。OK， 不错不错。好了，发电机开了。那我们现在先回到一楼，把那个通往学校大门那边打开吧。这边我刚才来过吗？哦，我刚才来过，前面下来过。啊，小艾莉，你怎么就先开门了 ？I was thinking I would have wanted to be an astronaut. That a fact? 太空人。Yeah. Can you imagine being up there all by yourself? Would have been cool. I'm just saying. 好吧，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啊！希望你可以成为太空人。不过现在。你这边你想要发射火箭都不可能，好不好？你想成为太空人，我觉得你再等个50年吧。OK， 好了，那我这边也探索一下，没什么东西啊。OK， 不过其实我还蛮好奇的，就是他这个疾病只有发生在美国吗？那其他国家不会跑过来干涉吗？对啊，我觉得很好奇啊。还是说这是世界性的，世界整个都变成这样子，像恶灵古堡那样子。啊，这真是一个蛮令人值得玩味的一个地方。好啦，为什么打不开 ？OK， 可以，对吧、啊？应该是全世界性的啦，不然20年的话，如果我是其他国家，早就过来攻打，好不好？有那么多资源，是不是？美国很有钱。歌手。A singer. No serious. Sing something. No. Come on, I won't laugh. I don't think so. Please. 你就唱嘛，你不唱我要唱喽，你不唱我要唱喽，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。这样在笑你吗？我觉得他应该笑嘛，把你打死啊，直接笑嘛，把你打死是不是。OK， 好啦，那这边也没东西啦，那直接走吧，不要煎熬是不是？我觉得他应该是唱成这样，要不然救为什么不唱？对啊。你又不是像唱的那种德行，对啊 ，OK 的啦，100多个人，1000多个人煎熬啊 ，OK 啊，对不对？反正看时光台就知道来煎熬的嘛，你不煎熬就表示你没看过老皮台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有排水口，我发现这个水上面倒影都有那个泡烂掉的那个什么枫叶吗？这应该是枫树，枫树在摇。不过碍于 PS3 的机能限制啦，它这个枫树贴图用的没有那么的完整 ，OK。哦，这有一间消失的密室，打得开吗？上面写着这什么东西啊 ？F hell，F hell 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懂，有人可以翻译一下吗？好啦，我们先过去吧。你在美洲在打美国？不可能吧？你打得下来吗？去里面看一下。对啊 ，F hell 什么意思啊？是骂脏话吗？不要这样嘛。这里没有太多物质上面有东西吗？没有。不过其实国外大学都蛮漂亮的啦，都古色古香，蛮漂亮的。我是没去过，不过我有看过我同学的照片啊，我就觉得。Come back。我尾巴怎么了？尾巴 OK 啊，没问题啊。哦，这不是 PS3， 这是 PS3 游戏，这不是电脑游戏。这间我刚才去过了，再看一下。
F Hell。F Hell 是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啦，大楼名称啦。对啊，好像应该什么科管嘛、系管之类的。进去建筑物，建筑物危险啊！毕竟你建筑物是很危险的、啊，你全部乱进去非常非常危险啊。对吧、啊？你可能为了要收，你看多少人为了收集物资死在那个对不对建筑里面的探索。所以说，能够尽量避免，当然尽量避免。野外的话，因为你逃的地方多啊，而且视野宽广嘛。然后那些寻生者还是跑者看到你的话，你最好去闪躲。F 大厅嘛，哦，这样的。手电筒没电了。驾。啊 ，Are those monkeys? Monkey？ 那不是猴子吗？哎，猴子哎、欸。哦。猴子上，猴子上电线杆。我们来追猴子啊！嗨，猴子，小猴子，他去哪里啊？上次。That was kind of awesome. 有猴子的话 ，First time seeing a monkey. 喜欢吗？我去抓一只给你。猴子都可以上大学，好不好？猴子也能上大学，现在还有谁不能上大学的？对不对？好了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大概到处逛一下。所以这边猴子的话，我感觉怪物应该不是很多啦，因为毕竟我相信怪物应该会吃猴子吧，总不可能说只袭击人类啊，生物应该都是会攻击的。Main Hill， 主要的大厅吗？进得去吗？香菇猴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其实人畜感染，那猴子会不会被感染啊？我蛮好奇的。大学生都跟猴子一样，好像有这种道理、喔。放生小艾莉。哎呀，不要放生小艾莉啦，艾莉那么可爱。哦，这里是后院吗？哦，真的很大哎，我觉得还起码好了。哎、欸，艾莉嘞？哎、欸，艾莉哎、欸，艾莉在哪里？艾莉，艾莉，哎、欸，艾莉不见了，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艾莉嘞？艾莉怎么消失？被他去追猴子是不是？啊，算了算了，他应该没事啊，那么厉害。你看一下好了，这有没有东西吗？嗯 ，safe， 好吧，安全的。地下室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。地上室呢？看一下。哦，这里还有高楼，上去看一下吧。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人吧？被毒死了。哦，所以里面可能会有藏一些学生吧。一般的话，他不会把这东西全部躲在这边、啊、他们应该是做一个简单的防御之类的，预防那些感染者入侵。不过这也蛮危险的啦，如果只要你们有一个人在里面被中标的话，想出来你也出不来啦，对不对？OK， 空旷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小艾莉你去哪里？小艾莉你去哪里？不要放生，叫大叔。小艾莉，你去哪里了？欸、真的不见了、欸！真的假的？这剧情吗？不可能啊、欸！真的不见了、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可能啊！他跑哪去了 ？Maybe these guys like to keep a low profile。这还可以跟他讲话啊，小艾莉、欸！哎、欸，你怎么自己跑到这边来了？你会害我担心，好不好？在一起行动啊，是不是？让叔叔会担心啊！ Fireflies， 火蝇吗？真的吗？在哪里？这附近啊，这边这边这边有讯息，这边有讯息，看到了，是这个吗？他说什么什么意思啊 ？Why not？ 火蝇吗？进去看看吧。嗯，有没有反应啊 ？There it is， 在里面。哦，就是那个研究室吗？动也不动。这边看起来是有电线。Looks like they rigged this up as well. There's a generator over there. 发电机。艾莉十八变，你进得去吗？艾莉的体型应该可以过得去啊，但是我的体型的话就没这么容易了，对吧？我怎么过去？对吧 ？See。应该是那个玩意儿吧。All right, you stay here and watch the horse. Why don't you watch the horse? Sorry, I'm just getting antsy. 谈判期。
好吧，那嘉义他不过去，就我们过去喽。应该这边吧，有洞。Watch yourself. You too. OK， 应该没有人吧？对啊，空旷的啊，安全啊。我们不要那么神经大条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已经很场老手了，毕竟都已经有那种二十几年的经历，好吧？很场老手，这边对我们来讲什么都不是。显示地图看一下吧。UEC 取消校园地图。不是很了解，好吧？这地图谁看得懂啊？拜托，你看得懂吗？我都看不懂，你看得懂，对不对？忘了关灯了，没有啦，这边真没怪物啦。这边有什么怪物啊？我刚才没看到东西。对啊，空旷空旷。OK， 安全的啦，不要怕，怕就不会大，好吧？怕就不会大，应该没有吧？哦，那个小怪力啦，不要那边吓我。啊，南大生的宿舍啊，哦，南大生的宿舍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什么东西好了。衣橱两双鞋子，然后这个底下翻开来应该会有一些杂志啊，哈，那那杂志什么东西我们就不说了。我这边还有一些照片。可恶，没发现一些好玩的东西。哎，有个医疗包，还有个照片。是女生吗？应该她的家人吧。啊，我看一下，找不到啊！哦，不好玩啦、啊！放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让我看一下。浴室，好暗哦。这是什么？擦过的卫生纸吗？怎么看起来好像还蛮脏的？好恶啊！好恶啊！里面呢？水桶。这有没有东西啊？应该是沐浴间吧。还有一些抽屉，有剪刀，还有医药品。哦，一封书信，学生日志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等了九个月这么长，还是什么都没有，都没有人传来消息。在食堂一边找到一些食物罐头，但它撑不多久了。东院的路障发生一些事情，但愿平安无事才好。我们到了一群在附近走动的东西，其中一个人看起来像海色，应该说曾经像海色，天杀的 ，God damn it！快没有电池了，所以他们每天晚上只听一次收音机。自从他们广播之后，我就放弃了。都已经过了三个月，他们怎么还会在乎呢？谢利尔昨天在外面抽烟，他说他需要烟，他把他的烟都丢掉的时候非常生气。他不懂，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，一定要有人拿去给，一定要有人去镇上拿补给。我猜那会是我，那他应该回不来了吧 ？How long you held out？ 对啊，你看，不然要待多久？这是爆发事情之后的三个月，所以应该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对啊，就是也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好啦，这个是宿舍区，宿舍区好像没什么东西，他们撤的蛮干净的啦。我相信可能有人过来这边清理过吧，不然就是可能这边压根就没有发生什么比较特殊的事情，好吧？又有厕所，哎，这什么叶儿？看一下。哎，圆圆的，然后扁扁的，黑黑的，脏脏的，哎，还有本书，哎，没东西啦。OK， 先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吧。后面的柜子有一些小说，还有一个很脏很脏的沙发，怎么都那么脏啊？这到底 多久没住了？哦、Damon's spores。包子吗？这里。没看到啊，主角他的眼睛还蛮利的，我都没发现，应该在这附近吧？哎，真的有哎！哦，是吗？哎，不要了，大哥，看到我吗？他是那个寻生者，我们来做一下武器好了，没办法做，手上有砍刀，还可以对付两只。前面三只，后面有点多啊，有点多啊，有没有砖头？给我砖头啊，拜托，大哥。Hello， 我跟你无冤无仇，OK，nice， 应该没事吧？好了，前通过这边，这边都是包子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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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